火神山医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比如说针对治愈率啊，针对这个病死率等等，是否有我们心中的目标？我们那个连城保障部队在任务动员部署会上，我们就有四个目标。第一个的话就是治愈率最高，第二个就是死亡率最低，第三个的话是医务人员零感染，第四个的话就是要我们的收治的患者零投诉，就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，也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。